诊室，打了三针，肺烧针、肠胃针、抽血针，不知道为什么忽然就发烧不退，十二点挂急诊。然后凌晨三点才能回家了，没什么事，就跟大家聊一下香港 IMV 制作的经过。他一两个礼拜就会上，开始是要长张耀扬。香港给我们台湾朋友就是古惑仔嘛，导演蛮喜欢香港，很兴奋，给了我很多剧情。台湾新闻常常报张耀扬，就找张耀扬，结果被拒绝了。对，也想过要不要找大陆山寨的张耀扬。你闭嘴，你是哪位啊？然后算了，不要恶搞别人。黄明志啊，他也是找伍佰，然后被拒绝。明志就找了一个演员来演伍佰，是礼貌还不礼貌，留给大家去评论，有点类似这种概念，我就觉得不太好。后来就导演就找了一个香港模特儿，很厉害，然后我也很满意，我也完全不会后悔，很开心遇到港模特儿，迪奥的 model。剧情的部分，导演给了我很多想法，都完成了这部香港 IMV， 大家下个礼拜可以收看一下。半夜的时间一天过了一天，昨天好像都比别人扒了一遍。我龙眉亚森亚塞维多利亚的海风吹、yeah。